爷，我来了，小胖开饭了。这啥呀，这么凉？这个呀，是咱家小伙伴想你今天挑战一天只吃带冰的食物，而且呀，越冰越好。那也太凉了吧？凉什么凉？咱家小伙伴说的，必须照办。悄悄告诉你啊，他们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我就爱吃凉的。安排早饭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一碗冰丸大冷面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冰虾，垫吧垫吧。鲜美呀、啊！午饭嘛，先给小胖来一碗滑滑凉的冰粥。哇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根棒棒冰。拔凉拔凉的。晚饭嘛，就给小胖来一盘冰冻杨梅。这啥时候能化开呀？对，太凉了。今天实在真是透心凉啊。